站，都不能停止。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站就来临，这里开始狂奔，这里开始变身，这里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这里开始奋战，这里开始瞄准，这里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命运赶走，不许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全力出击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是种无奈，但当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尽管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火把邪神你都击败。猪肝跟菠菜都是补血的，希望云珍会喜欢吃。哦，对了，红枣也是补血的，走，咱们去那边。咱们现在五个人，好像只有云珍一个人要吃东西似的。啊？云珍现在是病人嘛，她想快点好起来，特殊优待一下吧。嗯。今天的购物车，我请了。你出钱，你是老大，走去拿红枣。你和云珍准备怎么办啊？等他病好了，通缉令撤掉了，我们还要完成最后一次约会，他会给我答案的。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，和他们这类人在一起会很辛苦。比如要帮他们隐瞒身份，我之前做的不是很好吗？也对，连云珍自己都没发现。还比如，一旦有贪婪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份，有可能会被勒索。我就被勒索过100万，虽然钱是邻居大哥出的，但他现在是我未婚夫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。我为了打发掉云珍的那些前女友，已经花了不少钱了。那就让云珍双倍还给你啊。哦不，10倍。他们这些老古董都超有钱，要狠狠地敲诈他们一笔，投资回报率1000%，太赞了。你跟薛灵乔在一起想过要回报吗？他整个人都赔给我了呀。看你跟薛灵乔现在的状态，你这个过来人说的话可信度很低啊。是吗？对了，还有，你喜欢孩子吗？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之前说，没有哪对父母会把孩子塞到别人的肚子里，让别人带走。那个孩子没了。如果之前能去医院做检查就好了，但你的身份又……是有医生负责照顾的，只是因为没有先例，他也没有经验。基因突变人的医生？他和白露是负责招募我的人，之前在心理诊所就为田静池看过病。你回来之前，小植就有去看过心理医生？看来这个组织的计划做得很周密啊。不过，他和白露都是行动能力和普通人一样的基因突变人。你为什么没有加入那个组织？虽然我答应帮忙，但有些事情和这个案子无关。我可以不回答吗？当然。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。那个方晓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，惹上麻烦了。孩子又不是必需品，现在丁克的年轻人不是也很多吗？你自己开心就好。不过，你不觉得云珍像你养了一只猫吗？怎么说？猫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主人，
你惯着他的话，他就只当你是铲屎官。无限量的供应小鱼干，只会让他越来越认不清自己。嗯，那你有什么好建议？嗯，为了避免云真是因为感动才和你在一起的，你对他的态度可以再冷淡一点，好让他想得更清楚一些。冷淡的话，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忽视吗？嗯，我交过八个男朋友，在恋爱这方面是专家。你读书多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好，那就冷淡。嗯。白露你好，多日不见，不知一切是否安好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可否见上一面？有事想请你帮忙。你说白露会愿意帮忙吗？虽然我只在新手爸妈训练营的时候见过白露，但第一直觉她是个还不错的人。嗯，白露人是很不错，但她毕竟是我小舅的部下。大老板。小舅。哎呀，反正他们都已经知道那么多事情了，再多知道一件也无所谓吧。没错，我小舅就是 S 组织的黑头目。都是一条破船上的人，船沉了，大不了一起死。啊，我还没有女朋友呢。怎么，要死还要找个女朋友陪你一起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小舅应该也希望能够找到真凶吧？我看未必，他小舅只是想掩盖这件事，让超级人类不被警察发现而已。至于谁是真凶，谁是背锅侠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现在讨论这些也没有用，如果白露不愿意帮忙，我会想其他办法的。大小哥，如果白露同意见面，你带我一块去吧。怎么，你要跟白露相亲啊？云晨哥，你别瞎说。你要是追白露，我送你一套房子。真的？你就别再乱开玩笑了。我就是想着好久没见白露了，这辈子见一次少一次。冯东东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你得习惯。冯东大哥，还是带上我吧，我上次都没有跟白露妹妹好好告别。算了算了，一百年后告别也不迟。哼，冯助理，云真，你们以为大乔是去走亲戚的吗？还带上你们，哼，真是。未婚夫，带我吧。如果是 S 组织的事儿，把邮件转发给其他人去处理吧。你最近不是说感觉容易累吗？接下来几个月都不要工作了，全部移交出去，让小福星平安顺利的降生才是你目前最大的任务。好。如果薛林桥找不到凶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协商的就怎么办。到时候他和小侄也没有理由再阻止我们对云真进行制裁啊。你不要操心这件事了，而且绝对不能和他们有联系。需要陪练吗？老大，对不起。你的道歉短信我已经收到了，不用再说第二次。
如果我真是个这么狭隘的人，也确实不配再领导 S 组织。老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嗯。谢谢老大。这件白衬衫我第一次穿，看你的了。力量大固然很好，但懂得控制自己更重要。所以说，你看中的不只是薛宁强的力量，他知道什么是可为，什么是不可为。拳头重要，拳头同样重要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也不可能把超级宝宝移到白鹿的肚子里。正常和你打，我果然不是你对手啊！原来你是在让我呀、啊？不是让、啊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，也绝对是因为妥协才完成的。只有克制和规范的使用超级人类的能力，才有可能和普通人类和平共处。老大，我明白了。你和白鹿这次为招募薛灵乔和超级宝宝的事儿做了很多努力，受了不少罪，有点怨气很正常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老大，看来你比我适合当心理医生啊。来，谢谢啊。小哥，这是你要的田小姐看心理医生的诊疗记录和录音光盘。那个江医生你也见过吧？见过呀，最开始就是在这家诊所，后来他和白鹿一块出现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大跳。小燕哥，你都到这儿了，为什么不自己上去拿？这是小芝的个人资料，我拿不到的。你是警察啊。警察也不能随便侵犯别人的隐私啊。嗯，可你要这个干什么？田小姐的病早就好了，江医生也早就辞职了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照片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我发给你。嗯。薛海田小姐，每个人失恋后低潮期的时间不一样，你可能会比较长。那要多久呢？十年，还是二十年？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他的目光也一直凝视着我，从来都没有移开过。我大概真的是心理病了，但如果能感受到他的存在，就算是病着或是在梦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薛海田小姐，每次听到江医生叫我的名字，我都觉得超幸福的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不讲不讲，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好听。我是说我的名字好听，薛爱天。基因突变人的事，那个组织也是知道的吗？你不是查到他没有失踪吗？我没有亲眼看到，总觉得太巧合了。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凶手，不是翻旧账吗？
喂，你好，警察你好，我有丁田的线索要提供。是我们公布的失踪者丁田吗？对，没错。请说。昨天下午3-4点左右，在德阳路坡子巷见过，和你们公布的失踪者的照片很像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。那方便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嗯，小英哥，你找我。把这两段录音送去做声纹鉴定。是。也不知道冯栋栋被小燕叫去干嘛了。其实我自己开车去外公家也可以的。你最近还是不要一个人出门比较好。嗯。你跟小燕配合的还顺利吗？嗯。除了你小舅的身份，其他的都告诉他了。一会儿我准备去那两个山洞里看看。那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。如果碰到凶手，打不赢就跑，不丢人的。真的不用我陪你一起去见外公吗？不用了，我就是找外公聊聊天，顺便探探他的口风。嗯，真是让人头疼的老顽固。放心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我死是你的鬼，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什么是你啊？我女朋友呢？你女朋友在等司机啊？啊？女朋友？女朋友？女朋友？你要回家啊？嗯。你不在这里照顾我了呀？我又不是你的保姆。当然不是保姆了，我的意思是，照顾下生病的男朋友，也很合理嘛。不合理，你不是有一堆女朋友吗？叫他们来照顾你吧。早分手了，都分手了，你是我唯一的现任女朋友。看来我接盘的不是时候呢。怎么能叫接盘呢？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当然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就因为我没有花你的钱，吸你的血。不，你吸了。我会浪费这珍贵的约会时间吗？可是今天的约会时间才过了1/3。好可惜啊。哥哥可以变个魔术，让我的肚子不痛吗？可以哦。你别误会啊，我说真的，我的 kiss 包治百病。倒数第二次约会，好好珍惜吧你。田静芝应该跟你说过吧，我的血液有非常神奇的功效，而你是我那么多女朋友里面唯一一个享受到的，开心吧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不想浪费珍贵的约会时间。失眠孤独的夜，寒冷的空气让思念更强烈。
想拥抱你，你却放手，想亲吻你，你却远走，难道失去了你的一切？你在干什么？那什么，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跑得很快，力气很大，而且还会飞。等我病好了，我就抱着你去山里面飞，好不好？我们站在树梢上看风景，一览无余，美不胜收。我不会陪你躲到深山老林里去的。不是躲，是约会。等你病好了再说吧。司机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真回去啊？女朋友，女朋友，你带我一起回去吧。让你们费这么大功夫，这小芝跟那个薛令桥还是没分手，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吧。薛令桥有的是时间，可咱们小侄啊，耽搁不起啊。哎，上次你不是说帮小侄接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吗？干脆让小侄就留在好莱坞发展，聚少离多，早晚分手。那您也不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宝贝外孙女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再说了，薛灵乔万一跑到好莱坞去陪小芝，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？对对对对，这个主意不好。哎，那个薛灵乔加入你们了吗？没有，不过应该快了。哎，如果加入之后啊，你把他派到很远很的地方去执行任务，哎，那总行吧？小芝自己长了腿，他万一跟薛灵乔私奔了怎么办？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真的拿他没办法。爸，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偏心了？哎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外公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提前打个电话。岳特助 ，surprise， 懂不懂？我懂，我正要打电话给大小姐。上次你做的达人面膜广告明天正式上线，品牌方想搞一场直播造势，你有问题吗？面膜啊，哦，我用过了，保湿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造势嘛，只要不让我吃面膜就没问题。尽管这款面膜含有京都玉露精华，买家反馈有颜有料，但是再好也不能试用。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冯助理的。明知道超级人类和普通人类在一起不好，还总是让那个岳特助旁敲侧击的给我介绍女朋友。我这不是担心你一个人太孤单吗？哎呀，就算我不在意，那也不能把别人家女儿往火坑里推啊。那你自己也主动呀。哎，在你们超级人类去找，你们组织不是有女的吗？哎，感情的事儿太浪费时间了，以后再说吧。邱老和邱总都在书房里，我去叫他们吧。我小舅也在啊。在啊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去找他们。你说一个不老不死的人，像这一个70岁的老头说浪费时间，这听起来多刺耳啊。哦，对了，孩子事情千万不要让小芝知道啊。小芝，你怎么来了？明知道你小舅跟别人不一样，还玩这种偷听的小把戏啊？所以说，跟你们这些超级人类玩太没意思了。那你还跟那个薛灵乔在一起？老头，本来我还不想挑明的，这么快就忍不住自己现原形了。
小植，怎么跟你外公说话的？谁让他棒打鸳鸯呢？你们刚才说什么孩子的事，千万不能让我知道的。外公，你该不会真的在外面有私生子吧？这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你三表嫂怀孕了啊？真的？那我得恭喜她呀。你外公知道你前阵子没了孩子，让我暂时别告诉你，怕你触景生情。外公，对不起啊。那算了，你从小在我面前就没大没小了，我习惯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外公讲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长辈们有知情权。你最好啊，找个时间跟你爸妈也自己坦白一下。我才不要呢！你们 S 组织的原则不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吗？还知道用我的话堵我了？诺然，你真打算跟那个薛林桥过一辈子？对啊，大乔很优秀的，不信你可以问小舅。千方百计的想拉我们家大乔入伙。我们家大乔？嗯，上次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我已经答应他的求婚了。哎呀，外公，你就别阻拦我们两个了，回头我再让大乔送你几件好东西。好不好？哼，小植，嗯，去帮忙烧点热水拿过来，我再跟他说说。小舅万岁，爱你。喂喂喂，你不是说能听到人走线的声音吗？我是能听见呀，可是谁知道您突然说那句话？还好侄媳妇是真怀孕了。算了，以后啊，我就不提这个事情啊。明天直播搞个什么发型呢？丸子头肯定不行，太随便了，一点都不优雅的感觉。调查有进展了？没有。那这是庆祝什么？今天没有跟外公吵架吧？怎么会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天我在外公面前噼里啪啦讲了你一大堆优点，我小舅也在一旁帮腔，外公完全没法反驳。最后我还威胁他说，他要再阻拦，我就把你送给他的古董给收回来。外公当时就蔫了。你是不吹牛会死型人吗？嗯。你小舅没有跟你说云真的事吧？完全没有，我都怀疑我小舅是不是有多重人格。他做小舅的时候是很好的小舅，做老板的时候也算不错的老板，偏偏做 S 组织黑头目的时候就像换了个人一样。你在想什么？你今天都噼里啪啦的说了我哪些优点？哦，想听我夸你啊？可以吗？妖怪还是很懂套路的嘛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首先，高大帅气，继续，温柔体贴，有责任感，多金贵公子，少侠好身手，眼光一级棒。既然我这么多优点，那你什么时候让我从未婚夫变成老公？哦，
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先谈恋爱，我想结婚的时候再结婚。是这么商量好的，没错。只是心里不踏实。嗯。这就对了，很好，继续保持这种 feel。未婚夫，你说我们两个人住在这么大的两栋别墅里，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？我们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是不是应该节俭一点？嗯，如果租出去的话，租金还可以资助你的非洲挖井队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房子要是租出去，我住哪儿？你想住在哪？我脑子笨想不到，但田小姐可以想出一大筐，然后你就会不停地接受试炼，直到找出完美的解决办法，才能通往下一关。这是在暗示我，还是陷阱？要不我搬过去和你一起住？虽然还没有举行婚礼，但我们之前已经有过夫妻之实。什么？你竟然想睡我？不是，原来你处心积虑的想要得到我的肉体，肮脏、无耻、下流！你这边不是有好几间客卧吗？我随便挑一间住就好了。你这么纯洁？嗯。啊，看来我果然还是魅力不够。啊？算了，来帮我一起选一下明天直播的发型吧。其实我刚才……你没有跟云真学坏，我很欣慰。这个好看吗？云真哥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下来，我女朋友离我而去了。你们这才分开几个小时啊？不是几个小时，是7个小时15分钟。以前也没见你有多离不开美小姐啊。不是离不开她，关键是她今天离开时的态度非常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那种目中无人的感觉。我可是她心心念念的男人，她一直很想跟我在一起的。云真哥，你小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想得到的东西，比如遥控汽车、洋娃娃，或者变形金刚之类的？我小时候没有那些东西。我就是打个比方，在没得到之前，想要得到的感觉就像百爪挠心一样，等真的得到了，也许突然就没兴趣了。你是说叶美笑对我没兴趣了？嗯。哈哈哈，笑话，怎么可能？那些玩具怎么能跟我一样呢？王诺诺，嗯，把你手机借给我。你要干嘛？跟我女朋友煲电话粥。那你明天要帮我充电话费。小气鬼。你为什么会存我女朋友的电话号码？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企图？你神经病啊！这是上次乌龙事件之后，大乔哥让我存的。喂。啊，喂，女朋友，我是云真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我已经睡下了。哎，喂，等等，你别急啊。喂，喂，哎。哈哈哈哈，没电了。哇哦，云真哥，你这电话粥煲得够快的。
小远哥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两份声音样本特征完全吻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远哥，你找到提供丁田线索的人是要干什么？那起失踪案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想多了解一些情况。你忙你的去吧。是。什么？你说白露还没有回复你？我本来想着她昨天可能一直在飞机上，但现在过了这么久，就算到美国也早应该降落了吧。你在邮件里是怎么跟白露说的？我就说我现在需要她的帮助。没有其他的了？没有了。你还真是直男啊，直男。白露只听我小舅的命令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去答应帮忙啊？你要用真情去感动他，让他在百忙之中做出英明的决定。那是要怎么办？哎，看来只能田导亲自出马了。来试试看啊。哎，行，我们一镜到底啊，谁先开始？啊，我先开始。好，Action。嗨，白露姐，是我，洞洞啊，能够认识你真的是太开心了，谢谢你陪我一起玩游戏，教我黑客技术，还送了我那么多的东西。冯演员啊，台词别注水。啊，总之谢谢你让我认识了这么多的超级人类。哎，回来，还没有杀我灭口，接下来我要为你即兴高歌一曲《感恩的心》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。你都听到了吗？认识那么多超级人类，知道那么多不能知道的秘密，你可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呐。明年清明节我会去给你送花的。大小哥，你说句话呀，我还要照顾田小姐和小福星的呀。要不就再留他一阵子吧。也好。感谢命运。闭嘴，再唱我就要掏枪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海绵，你来。嗨，蝙蝠妹妹，虽然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但是我之前答应过要追你，我绝对会履行诺言的。50年以后，你要等我哟。哎，美小姐，你来了。啊，我女朋友来了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刚才说的话不是啊。冯东东，你是想被杀人灭口吗你？放开我，累死了。原来你就是蝙蝠啊，哥哥眼拙，你真是伪装的太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再伪装了。等把田径直救醒，你就换上小礼服，跟哥哥约会去吧。你来干什么？追你啊！我可不是田径直。那当然，你身材比他好多了。我还是算了吧。来，我给你拍。哼，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嗨，白露，好久不见。我穿的这条裙子眼熟吗？这是我先看到的，可是我也喜欢。我这个人真的很讨厌跟别人撞衫的。我知道，服务员买单，快给我刷卡，快！不好意思啊，这条裙子只有一件，你们要不要再商量一下？那就说好了，这件衣服我单月份穿，你双月份穿。我们关系什么时候好到要穿同一件衣服了？就刚刚。你真是女版邻居大哥，每一句话都能气死我。马上就要轮到你穿这条裙子了，要不要我给你寄过去啊？不过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执行任务，天气太冷的话可没办法穿哦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想你了。男人们常说，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分过赃，是很铁的关系。我们不只穿过同一条裙子，还怀过同一个孩子，应该算是心血相连的关系了吧。不
不要怕，没事的。你也不要怕。我没什么好怕的，能为你做这些，我觉得很高兴。谢谢你。你以后就是小福星的小妈了。白露，你离开的那么匆忙，我一直担心你会觉得愧疚，觉得对不起我。还记得你离开时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熟悉到陌生。